今天呢就用我们剧里边的一句话，对，那就是出自肺腑，句句真诚。今天呢是我们卢燕女士的这一场的最后一场。Thank you.
谢老师，哇，你搞得我非常的感动。谢谢。因为每一天在排练厅他来了，那个感觉就是他灌注了一些热情给我们排练。谢谢，真谢谢。接下来我再给你介绍我这一班非常非常好的演员。首先是光绪。哇，但是他的心很细，演戏很好，我跟你一起排练很舒服，谢谢你。哇，他很谢谢你，我们一起举个躬。